的事啊。那我那个吴教练。罗老师，你和吴泽教练算是青梅竹马了吧？嗯，算了，算了算了，当然算了。嗯，我是觉得，就是换个话题吧。这好早以前的事儿了，听着挺没意思的。就比你们晚半个小时。看来我还是老当益壮啊。哦，行了，你去找你同学吧。吴教练，我们学校再见。你跟罗教练很熟吗？熟啊，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你，我不是不知道。那你是他男朋友吗？教练，在你心里，我跟刘山，我们是不是一样的？是啊。哦。我们都是校队队员。那吴教练呢？他跟我们一样吗？谁那么在意他？谁在意他？我是在意你。好好好，我也在意你，你是我的大弟子，哦不，开山大弟子，行了吧？你是不是对他太好了？啊？嗯？好脸啊？那你也不用牙刷、水杯都帮他买，你还帮他铺床单。不有吗？有啊。我对谁都一样啊。我本来以为我是你唯一的弟子，你会稍微上点心了。那能一样吗？你刚自己说了，你对谁都一样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对他们都一样。你是我第一个带的运动员，我当然对你更上心了。站岔。